英国伦敦政经学院这个地球仪公共艺术品近来引发争议，校方日前因为中国学生抗议召开会议，严厉把台湾和中国标为同一颜色。台湾留学生难以接受，在脸书社团发起联署，已有上万人响应。跟学校表示说，就是我们跟中国就是实际上不一样的。然后因为护照还是写 Republic of China 台湾，所以就是跟地图上刚好是一样的呈现。但学校就还是以就是但联合国地图上你们还是被画成跟中国一样，作为理由反驳说，伦敦政经学院是总统蔡英文的母校。事件扩大后，总统受访表示，台湾是主权独立国家。不论是不是我的母校了哈，这不变的事实就是我们不会从地球上消失，我们就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。外交部长吴钊燮也已致函校长，严正表达抗议。由于风波越演越烈，伦敦政经学院表示正在征询各方意见，考虑是否修改，目前尚未达成最终决定。